到了下班点了，华沙老城就开始堵了哈、因为这个道实在太窄了，只有一条道，你想加速都加不了。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挺好的啊，因为你只有一条道，你想超车你超不了，你没法超啊，所以大家都在这儿慢慢开。坏处就是一旦有一辆车坏了，后面就报废了，这条街就报废了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建筑很有意思啊，这是我之前没看到过的，这是什么楼呢？很有点这个古希腊的感觉啊。